这次大家嘛，新港的振兴服务团队甲恩客服务员做伙伫路边准备真侪餐点以及饮料，提供予来往的信徒补充能量。在这一年一度的宋敖圣事当中，除了公庙会准备休困点心茶以外，还有来自各界无同单位嘛会准备休困点心茶。这摆议员黄启豪甲振兴服务团队做伙准备了真侪无同款的点心以及茶水来供民众使用。啊，阮是新港的振兴服务团队，啊，阮已经今年是第五年来服务咱所有来自全台湾的妈祖的信徒来到新港。咱这群朋友大概将近500个人，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阮今年除了物资以外，有目标大概500,000。啊，阮嘛准备真济好食的在地的小吃，在地的美食来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咱新港。啊，包括咱有准备4000份的素食油饭，2300份的米线糊，啊，佮有6000粒的锅贴，啊，佮有真济饮料等等。拢是要用阮上大热情吼来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到新港。啊！而且咱也看到讲有真侪咱的小朋友嘛，做伙加入咱服务的行列，啊嘛会当甲小朋友教讲啊，啥物是咱台湾的人情味。咱大概就是用这个满满的热情吼，要欢迎咱所有的好朋友来到新港。议员黄启豪讲，今年是振兴服务团队第五年来参与，餐点准备了米线糊、油饭、点心有锅贴、水煎包，啊，佮有真侪无同款的饮料，要予来到新港的信众感受到新港的人情味。细心新闻内，就新港乡采访报道。